网上拆解显示 ，iPhone 13系列都配备了更大的电池。随着所有四款 iPhone 13都开始在世界各地发售， YouTube 上开始出现了对这些设备的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拆解显示了所有四款机型的电池容量，所有四款 iPhone 13的电池容量都与今年早些时候在数据库中发现的一致。苹果宣传称 iPhone 13 Pro 的电池续航时间比 iPhone 12 Pro 长 1.5 小时，而 iPhone 13 Pro Max 的电池续航时间比 iPhone 12 Pro Max 长 2.5 小时。